主料，面筋2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青椒、葱。孜然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面筋拿出解冻，把解了冻的面筋弄成这样的小条，热锅入油先爆香葱花，再倒入面筋翻炒，加入适量的生抽继续翻炒，加入青椒，加入孜然粉，一直大火煸炒，会有孜然和青椒的干煸香味散出，面筋不再粘锅了就可以了。加入盐味，翻炒均后出锅入盘。烹饪技巧，面筋配孜然粉好吃，还有炒的时候一定不要加水，可以刚开始多加点油煸炒最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